好，欢迎回来，现在收看的是领袖为大家带来的 DPR， 现在是 IGV 跟一 home 的 BO2 第二局。上一局虽然一 home 有翻盘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一波这个无脑送葬送了自己的一个翻盘的可能。那这是来到双方第二局，哦，直接给三兵祭出了恐怖利刃啊，两种考虑吧，一种是为了打小狗，另外一种就是三兵玩的的确好。他现在从昨天到今天开始一共打了三局，赢了一局输两局，赢了一局就是靠着恐怖利刃赢的。那也看看这局恐怖利刃能发挥出什么样的效果。我看一下下一局比赛有什么比赛可以看一下的。CDC 和 CDCY，CDCA 跟 B Heart， 没什么好看的。先解释完这局再说吧。蝙蝠、小狗、飞狗组合非常常规，而且这边一后面也没有拿 VS。这样蝙蝠拉人还是能拉到的，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一后面这边这个 Lane 秒羊很厉害，国师无双的 Lane 玩得很好的，在咱们刚刚 NewBY 打 FTDA 的比赛中，咱们也看到了 Lane 的秒羊对于蝙蝠骑士的一个针对。另外的话，如果一后面能在第四手点出一手剑圣，那这样对于小狗的针对性就更加的强大了。现在 IGV 也是发现对方这个兵这个 TB 这个点处理不了，后面要考虑补一些 AOE 了。那有 AOE 的英雄有谁？辅助里面的话，沙王，没了，牛头不算，牛头这个版本太弱，没法拿。然后三号位方面的话，已经拿出来蝙蝠骑士来点不了了，点的时候海明冲脸，这样的话是在小狗还没有就在蝙蝠还没有跳刀之前。这海明充当一个滚狗组合，滚滚更健康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手，已经是两个辅助都点出来了。想一下，有 TB 的输出肯定是不低的。现在主要防的是海明的 gank， 楚猫加烂一两手，再拿一手稍微肉一点的，对，像这样种 DP 这样的，稍微肉一点的，这样的话对手就很难去针对你去杀你啊。无论中单谁，无论中单那边是谁， IGV 加海明一定杀不了 DP， 因为后面 DP 可以抽血，还有可能会有 TP 救人的一个英雄。现在关键是 IGV 这个中单怎么点。这个 IGV 中单蝙蝠骑士打不了，但是也没什么好中单可以点了。想一想，我觉得这么看起来的话不好，龙骑士不好。我想说的是影魔，我觉得这么看起来的话影魔算是不错的中单了。龙骑打龙单被 DP 吊打， DP 打龙骑那不是七三开，老鸡这在打不了七三开是他自己问题了。最后一手 IGV 缺一个一二三，缺个五号位。这五号位的关键是在于能够补一手法术爆发，现在 IGV 没有法术爆发，那五号位里面有法术爆发或者是控制很足的英雄，蓝也没了，被对面抢了。好，把冰魂也办了，完了法术爆发也没了，冰魂都没了。那这样狗男女吧，我觉得这时候只有狗男女选择了啊，就是火女啊，我觉得火女应该是现在 IGV 输不多的这个五号位选择了啊，因为既能有 AOE， 同时有法术爆发，同时还能跟队友配合去杀人的火女是最好的。看看 IGV 会怎么选择。另外的话，一 home 这边现在缺一手三号位，是老十一的一个三号位。这个三号位的话，要不仅要混线，同时还得
有作用到后面，同时要带一手控虚空假面吧。那这样以后我们拿手虚空假面配上 TB 加啊，虚空假面没了，完了。这样发条技师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三号位了。发条，黑弦，这现在黑弦没了，虚空没了，潮汐没了。这样发条蝙蝠是为数不多啊，蝙蝠也被对面抢了。那发条应该是就是唯一的三号位了。嗯，人马就算了吧。人马应该是被吊打的一个三号位，打了个夜魔跟土毛打双裂也行。这样有一个视野压反压制，就是少控。那哎，一红这边就少先手控，尤其是在赖没有跳到之前。不过阵容的话也不错。埃及威的话，这手无一拿出来的话，法术爆发比较缺，全是物理系的输出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？龙骑士物理系，小狗物理系，然后海明物理系，无一的话大招也是物理系，缺少法术的，而且主要是 TB 残血的时候秒不掉，想秒真的没技能。一号门这边拿斧王不好吗？斧王不好，因为斧王进不了对方身，斧王太需要跳刀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 TB 要刷 ，DP 要刷，三号位一定不能说是那种必须要有跳刀才能打架的英雄。所以我刚为什么说提发条技师？因为发条技师有六就行了，他不需要跳刀就可以带节奏。因为这局节奏是要靠三号位去带的。Prepare for battle. Old Lamb， 开悟出来啊，插了一个常规的眼位。现在的话，一眼这边插天辉的眼，基本都插这里。这眼位是比较难被反的。另外一边开悟出来，看看这边。突然是暂停了一下啊，龙骑士好帅啊，龙骑士有种那个什么的感觉，叫什么来着，这个原始的感觉，就这个中间的亮光，大家发现了吗？哎呀，帅波三秒，每次中间一旦说是切到这个画面，就要崩溃一次游戏，我真是醉了啊！咱们等一下，反正中间暂停也没事儿。我想一下这个阵容，我觉得一后面赢面是比较大的。第一是我比较看好三兵的 TB， 第二的话就是阵容方面也不是很也不劣。对啊，走着啊！哎，比赛呢？对啊，比赛应该开了吧？不会进去还在暂停吧？好，比赛刚开始，帅不过三秒。30 seconds to battle， 下路小狗加巫医，面对是土猫加上夜魔，海明可能会随时下来，但正常的话上路应该是跟这个蝙蝠一起去压上路。蝙蝠怎么又要打野啊？上路面对是 TB Lan， 他觉得混不了线。哎，怎么三兵继续的减速，好过分啊！有质保的选手就是这么凶，就是那么自信，是这意思不？
类，一个风眼眼，另外一个风眼眼，两个眼睛。海明这边勾一波兵，那这样的话是蝙蝠打野，同时海明去通过勾兵是混一波金。哎，这个不好混啊，说实话，这，哎，这要长征了108000里，而且这个兵线勾的也不好啊，哦，又回去了，也行吧，只能说勉强也行吧。哎，这是一个满级的这个冲视频啊，这兵线突然在这里打了起来，只要没有野，那这样破坏了一下兵线。IGV 这边是这个三号位，这边一定是能混的。That's mine。下路打不过夜魔啊，暂时看起来这夜魔一个人打两个也不是问题，而且这边有穷鬼盾，哎，这个滚到后排了，找一手金 super 弹到是没有弹到夜魔，但是这边分队一下差一点，远程攻击，哎，现在这个小狗的这个攻击距离是远啊，因为近战攻击距离加了50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波不该送啊，这波不该送，杀肯定杀不了这个无意的，这波不该浪。被人拿了一血，中路补刀放看没看一下 ？Old Chicken 是没有压入中骑士，两级的抽血没有抽到什么效果。哎呦，可别被杀了，这个血量感觉有点尴尬。中骑士这边快瓶子了，差一个刀了，哎呀，就是补不到。而另外一边。夜魔这边，哎呦，疼！土魔这里，土魔是想压一波中路啊，还是没有出发？分队的土魔，不好动，被演员看到了。中路补刀竟然没落后，你敢信？海明竟然混到了三级，你敢信？这海明这个线混得不错，他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，第一个啊封野，第二个拉兵线，然后把这个兵线一破坏，必定是有兵可以进塔的，然后他可以吃到很高等级，哇，四级了。蝙蝠骑士打野也是从三分钟打到三级，也很不错啊。感觉 IGV 现在谁能打出来，现在 IGV 已经打出了一个新策略，就是三号位打野四号位混线的一个策略啊，比之前这个四号位纯打野三号位强混线好一点，而且叫很多的配合，包括拉兵啊怎样的。有穷鬼盾啊，打的其实不是很疼，三下只拍了这么点血，三下拍了160，不是很多。穷鬼盾还是厉害，中路这边蹲一波，这个没机会吧 ？DP 这边也是看一下夜的视野，啊，眼睛看到了好多人，基本上就没机会。中路补刀四个正补的优势，然后六个反补的优势，压了是压了，但是没压太多。龙骑士隐身符，高兴啊！下路转一波小狗，只能说骚扰一下小狗打钱。小狗现在补刀还是蛮高的，嗯，能让他少补一个就算一个，少补一个就是一个。隐身符这一波很难，说实话很难，因为眼睛看得齐齐的，这俩人的位置全被看到了。TB 开始推塔了，蝙蝠骑士表示我不能让你推。这个三兵打 TB 有一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稳。他打三号位很浪，咱们也都知道。但他打这个 TP 的时候，就是莫名的稳。哎，
五级的 TB 没有换血，赖那边反戳 TB 拼了，拼不过，某某一颗也打不过。这一波五级的海明加上五级的蝙蝠骑士上效果非常的好，成功拿到双杀，不海明是捐了，一换二，海明这波赚翻了。而另外一边下路，咱们看一下怎么回事。这边下路是夜魔想打，然后小狗反打，反而是夜魔死了。看一下，哎，打不过 Old Eleven， 哎，还浪来着，还浪来着，打不过人家还浪，这个是没办法了。这就是你死我活了，要么你死你，要么我活。不，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死，对吧？反正是一定要死一个，谁死谁菜，谁死谁菜，这话说得好啊。毕竟是单杀嘛，对吧？两边都上头了，都觉得自己厉害。夜魔说：“我还有 V， 可以抢救一下。”先 TB 到还没有到六，刚有六的话就换血就杀了，可惜就是没有到六。5-1的开局，小狗蝙蝠无解肥，海明等级非常高，这边土猫一脚踢到，来这边给个戳，还有羊伤害但是不太够，伤害不是很高，而且海明那边反滚，滚的应该是后面，漂亮。三兵那边是有换血的，换出来了，得扬住，但是没杀掉，反而自己被杀了。这波蝙蝠其实火的效果太明显了，泼了好几层油。烂的羊的话是迟迟不敢早给，哎呦 ，TB 又死了，俩辅助换一 TB， 还是一红不亏了。TB 可是很关键的一个大哥，不能死啊！哎，老鸡，一脚踢两个还行，回头吸个血。但是还是被泼了好多油，卡一下位，完了，感觉两个都要死。TB 赶过来，一换一，诅咒一下，陈特勒这边刚也交过了。二换一，两个强行要换一个 DP， 这个诅咒能杀掉吗？杀不掉吧，应该开一下，杀不掉。夜魔这边赶过来，这无限换命啊，就是要跟这个 TB 换，啊，就是要跟大哥换，要么换你 DP， 要么换你 TB。哎，好像熊猫 TV 搞了个这个杀人游戏的节目，好像挺好看的，但我没时间看，我估计解说完看一下吧。三兵打一了，没错，现在三兵除了一些他不会操作的一号位会让这个 Old Eleven 操作一下，对吧？他其他一号位都他操作。这个 TB 的幻象拉得有点远啊，这个，哎，看一下什么东西在里面，原来是个幻象，走了。这 TB 幻象拉得好远啊，从这打的钱，这幻象噼里啪啦的都跑这里来了，也是可以当这个人肉眼使啊。来了，小狗钻到了海明身上，也是在跳到蝙蝠没有成型之前。先来一个钻狗昏狗组合，土猫赶紧救一下，好像救不下来呀、啊！完了，这大辅助也要死，疯了！
我觉得这首三号位英模拿的不好。哎呀，如果这么打的话，这英模还不如发条呢。没有决斗点啊，这只烂加土毛上路是根本没有压住海明，而且这个 IGV 打得好，他们这个三号位打野四号位混线，这样使得海明前期等级特别的高，四分钟五级，然后去带节奏，这个伤害冰片古文伤害特别的足，现在也是十分钟七级的一个海明，但蝙蝠其实不仅没有落下经济，还让队友这边经济很好，等级很好，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局面。当然啊，他们在第一局中的那个局面，他们在第一局中那种打法的话效果不是特别理想，就是他打野被骚扰，然后三号位的话也没混上线，就反过来就有点挺崩的。双赢的反面就是双崩嘛，对吧？然后是找到小狗一波机会杀了人，直接可以推塔。海明的确很关键，这局海明其实如果说一后面这边正常发挥的话，这海明跟蝙蝠的一个配合使得海明的发挥出了超水平的一个作用，他本来是五分钟留个两级对吧，三级了不起了，伤害没有那么足的，但是他五级四分钟五级伤害太高了，根本等不住，而且中路 DP 的话也没有压住龙骑士，现在经济反而是被龙骑士反压，压力山大。 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Dire's top tower. 去比的推塔是快啊，哎，这边不要了，对啊，不能不要一张 TP， 只要一个人回来就可以了、TB 这个幻象的攻击力继承现在是 30%， 满级的话是 60%， 分身斧的继承才 33%， 所以这个幻象很厉害，尤其是幻象成型之后一堆幻象哔哩嘣楞啊，一堆幻象。为什么是零格？是我看错了吗？这个应该是 bug 了，这个应该不是能量之手，咱们重进一下游戏吧。啊，刚刚由于回看导致了一个 bug。TP 怎么可能会出那个球嘛？好，咱们回来了。在同一时间看到上路，蝙蝠区拉到人直接秒了。等会儿再说。哎，这里第二波土毛死前是踢了出去，但是这个欧的星星好强，这种残局收割能力。二换二，再留一发朋友留住了，二换三，两个辅助换对面三四五号位，值了，这波赚翻了啊！看一下分身斧，哦，远程是28%，不是33%。那这样 TB 的效果就特别明显了。作为一个远程有66%的一个效六十的效果，那真的是太屌了。龙骑士还秃头了，龙骑士又秃头了。好喜感那个秃头。TB 是可以偷肉山的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除了朦胧枪，他现在是可以偷肉山的，就偷的速度快与慢的问题。这波兵好凶啊，开着雾走这里破不了雾啊，这个位置TB 可以换肉山的血吗？当然不可以啦，那 TB 要是能换肉山的血，六级打肉山去了对吧，我六级把打野打残自己，然后过去换肉山血，那不打不上了吗？就不可能。
没有什么技能能掉出山很多血的，很少，没有。这里也找到了银珠赖，一下戳直接给大招裹上去，银珠赖被秒，正面土猫的伤害还挺足的，伤害很可观。小狗这边一套输出，先杀掉分队，再找第二个，有点找不到人。哎，三兵魔棒一颗，小狗想换血，但找不到一个人，换血换出来了。我这一波，咱们再来看一遍。哎呦，这个回看能，这个回看功能真的是爆炸。不让我回看，那以后咱也不回看了，真是服了。刚那一波是先手秒了蝙蝠情况下，土猫大招伤害很高，同时最后想杀 TB 没有杀掉，同时 TB 换出了血没有死，最后把对方全杀了，完美的一波，好吧。走啊，快点开始啊！一波团灭之后，一后面应该就推了。我已经这局游戏崩溃两次了，绝对不崩第三次，因为我绝对不会重进游戏啊，关那个什么那个回看了。本来想回看一下这波精彩团战是吧？好尴尬。这波团灭是让一home舒服多了，哎，是主要是秒了蝙蝠。黑狗组合的奥义在于可以秒人，但他反而是被先秒了，那就不对了，对吧？而且刚刚一开始太凶了，找到土猫一只，杀土猫并不赚，杀个辅助有什么意义吗？而且龙骑士这边一个人推不了塔。现在没有 DP 像大招这样的英雄，你杀一个人，你上面推不了塔的，啊，除非说巨石碾压。所以为什么 DP 凶啊？杀个辅助就可以推塔的喽。蝙蝠也是带了宝石，保证自己一个视野的压制。谢谢魔修罗峰的竹子，谢谢。哎，这波 DP 要打 ，DP 有好符啊！哦，树神符，这波无论怎样必须要开大干一波。来了，上一波杀了土猫，看一下这一波。大哥，龙骑士开除了 BKB 没有死，那正好黑回头反打。蝙蝠拉到一个龙骑士，别跑了，点他，对啊，对下巴，哎，差一点杀到国师无双，这波好怂啊！但是正面的话，三兵是没有换出血啊，换出血了，但是打不过。这咋？第二波土猫拼了，夜魔赶了过来，一手收掉了龙骑士和小狗。哎，讲道理，一二号位都死了。这怎么打啊 ？DP 来了，一号位用一号位换了对面一二号位，这一波龙骑士太怂了，他开出了 BKB 就不要跑了，直接回头输出。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DP 大招伤害也不是很够，撤一下。TB 一个人把小狗和龙骑全打残了，伤害很足，啊，就死的有点多。
现在 IGV 有点打不过了。他们现在关键是什么？就是秒不了人。我就想我没想，我想死大家了啊！修我的暗面还没做出来，修果没有暗面是秒不了 TB 的，有暗面的话啪啪啪四下把 TB 秒了有机会，秒不掉就完蛋。现在 TB 只要换出血，无论换的是谁，换的是幻象也可以，换的是对手的小兵对手的这个英雄也可以，换的是队友也可以，只要换出来再打一轮输出，这 TB 无敌的好吧。 DP 蛮有大，而且有 BKB 双倍服，老师一不打一了，没错。我什么都没干，他妈的！哎呦 ，TB 一换血 ，TB 一开变身，游戏没了。哎，这游戏真对我！这游戏对我有仇，好吧？怎么 TB 一变身，游戏没了？我好服，还好让我们好好解说了。是不是电脑告诉我你现在不能解除了？感觉回来就结束了。气死我了。哎。感觉回来打完了，看谁团谁被团灭了吧。我好气，我好气。回来，谁被团灭了？感觉应该是天辉被团灭了啊！哎，打了一趟，一眼输了，一波一轰被打回去了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秒小狗吗？不是秒小狗吗？我得把直播关了。要不然，我不管，我不是把直播关了，我把这个直播页面关了，太卡了，可能也是我刚刚被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直播断游戏的一个原因吧。啊，我现在把直播关了，然后把这个那个直播页面关了之后，现在开了个助手，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我声音不像胖子吗？对，我本来就不是个胖子呀，这话说的，我本来就不胖好不好？这效果已经暗灭了，而且有了1500块钱，一波开悟。看一下天辉这边没有视野，这波开悟要搞一些大事情。来这边有跳，看到龙骑士跳羊戳突击救一下，没戳出来，先撤一步。这波边牧骑士拉到了 OD11，正面输出，先打谁？先打三兵，但是伤害没打足，只要三兵一直没有动，三兵出来强行输出，海兵这边滚，继续伤，但是这个 DP 的伤害太足了，追着所有人在跑。小狗呢？小狗呢？小狗呢？小狗这边跑了。这波团战是天辉技能放的不是很好啊，而且是因为没有控制的因素，那 TB 这个点处理不了 ，DP 这个点也处理不了。你看这个，只要 IGV 不能够集火 TB， 秒不了 TB， 那 TB 就能换血出来，正面一定打出输出。而海绵这一波的作用在于，他想去限制 TB 的输出，但是仅仅他限制了 TB 大约2秒的输出时间，但是浪费自己所有的输出去干别人。第二就是 DP 这个点没有人管啊，龙骑士这个英雄没有爆发，蝙蝠骑士虽然拉到人，但是后面的话，他拉的是一个 Old Eleven， 他要拉他必这个，我去说实话 ，IGV 这边要拉人。如果 IGV 这边要拉人，必须要拉这个三兵和老鸡熊一个，别的不能拉啊！尤其这个三号位，他就是让你拉的，你拉他干嘛？对吧？他就一肉，
秒 TB 和 DP 是最关键的。对，现在三边打一号位，没错。现在虽然说啊，这一后每波团都是小优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没有拉开经济差距，他也推不下来，肉身也拿不到，这个优势是伪优势，打团小优都是伪优，就是要看一波，看看这边，你看 IGV 这边反而开屋了。找一下人啊，被眼睛看到了。并没找到人啊，可以说一后面这边反开屋意识还是蛮不错的，做的。这个盾很关键啊，两边这个盾都是在铺垫。天辉这波雾其实也在想杀人，然后拿盾的，但是都没有拿到。好，这波可以直接打了。说实话，有这个视野优势，然后这边探测器没有探到人的情况下，哦，天辉的探测器，这波直接可以打了。我觉得现在 IGV 的雾应该也不多了。哈，以后我们这每个人打一遍一的节奏，国师无双打过一，除了分队不会打一，其他人都要打一遍一号位是吧？看看谁的一号位更屌一点，更稳定一点。我觉得这么看起来的话，三兵一号位是最稳的。国师无双和那个折斗魔王的一号位都不稳，太飘。三兵虽然说本质上是个飘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突然打一号位就不飘了。TB 的幻象也很弱啊，可以看到扛正面伤害是挺足的，两边都不敢打，都在藏。结果这边钻着蝙蝠也不出来。又是一波雾，这波有夜魔的视野优势，看到人了，开大招。哎，这边是知道自己有危险，想撤一步。夜魔走在最前面，看一下找到人了，但是谁能打先手呢？没有人可以打先手，烂的人烂在这边没有找到人，把对面逼走之后，快速打入山，可以快速打入山，打得很快。这个时候 IGV 反应不过来，他们没有雾不敢出来，有夜魔的视野优势，他们害怕出去撞一个高台。这波肉山盾是交给了 eHome， 非常漂亮的一波，非常漂亮的一波 eHome 的一个通过视野压制的一个拿盾啊，这叫不战而胜。兵者对吧，不战而胜是最赚的。龙旭是想做小雷锤啊，也是看到对方幻象太多，想做个大雷锤。这时候看到这波 DP 开了大，反正知道打盾肯定这么快肯定是开大了，没想直接反打一波啊，抓你一个没大招的机会。 TB 没变身， DP 没有大，现在 IGV 有的打，但是毕竟对面有盾嘛，要尊重一下，把这个塔拿了就走了。我想知道这 TB 拿了什么武器啊？看一下，他手上，哦，拿了一个小月牙一样的，然后想到了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啊，叫《月牙弯刀》，古巨基演的吧，好像叫，好像是。他盾是给了 TB， 这样他即使第一时间不开出大招也可以打出很好的输出。TB 这个现在的 TB 现在这个变身啊，他即使是带着变身被打掉一个盾，他起来或者买活，他还是有变身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新版本的一个改动，6.87的一个改动。哦，圆月弯刀是吧？我记得不清楚。当时看那个《神雕侠侣》看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圆月弯刀看的比较少。这个夜魔有视野优势啊，他现在只要这边技能齐，还是 IGV 弱势一点。
上路中路一起带，上给兵线压力。埃及人现在很尴尬，只能守高地。干嘛要拉谁？有在你在夜魔面前要拉人？这个 TB 装作是一副假的样子走了上来，然后他其实是个真的，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，已经变形变出来了。把塔拆了可以走了，盾的话还可以再撑一轮，下波再说，对吧 ？TB 这个版本没有人出吸血的，因为他吸血没意义，他就是打一轮输出再换血，再打一轮输出就够了。他打吸血的话就没有那个效果了。看他盾的时间，盾还有一分钟，一分半内 TB 的变身应该是 CD 转不好的，算了啊，这样一个盾的话是转了两座塔，中塔和上塔，也是总比没得拿全。下一波应该是决战了，下一波决战。现在夜魔的视野优势越来越体现出来了。IGV 的话，面对对方那个晚上视野根本打不了，不是打不过，是打不了。一旦是打团，一定是被先手的一方，这怎么打吗？对吧？本来说小飞狗组合强哪里，就是强在蝙蝠跳拉，啪啪啪啪啪，先秒一个再说。但到现在这个效果就是被先手的话就没有那么舒服了，所以这手夜魔拿的好。哎呀。夜魔拿的虽然前期扛了波压被小狗单杀，但是他后期厉害就是因为他战略性意义比较大。 TB 的话的确是比较依靠变身，但是现在说实话像幽鬼这样的大哥也是比较依靠大招，没大招的合的幽鬼和有大招幽鬼完全是两个英雄，所以说基本上这大英雄的话除了小狗之外，杀英雄基本上还都是需要一波又一波的一些技能，比如说剑圣大招，剑圣没大也没得打，所以和 TB 变成一样的。现在所以说效果为什么火，身后没有任何的 CD， 永远能打架，永远在打架，怎么打都可以。现在打不了，两边都不敢动，虽然都有宝石都有视野压制，但都要等下一波，都要等自己那边有优势的时候再打，这是中国队的一个传统，就是能不打就不打。龙骑士的经济很差，对，打团没赢过，345的数据。也没有来了，哎呦，电灯泡来了，看到对面所有的人。这波实在有一点视野的劣势，根本打不了，先跑一步。Lane 主要是比较远，如果 Lane 离得近的话，可以直接先手了。哎，这个视野 ，IGV 被包了，土猫滚上来一脚，先沉默的 Super 就被集火，还有一下普攻，第二下再见。这样的话，再过来杨猪的龙骑士。我言不能死啊，有没有救海明滚，漂亮躲掉了蓝大招，但这边海明必须要滚上来，那这一波龙骑士开出了 BKB， 但是这个 TB 的输出如同爆炸一样，声音出来找到真身，但是秒不掉，再命拿到双杀，效果这边是强行换掉了一个 TB， 然而有什么意义呢，被迫买活两个大哥，这波一后面就赚翻了，宝石一捡走着赚的没边了。转的没边了，等于说是团灭了 IGV， 一换五之后又逼着对方两个买，买活其实是很伤经济的，基本上就是你再死一次的一个感觉，所以说等于说是一个一换七，一后这波一换七，
如果说是他刚刚 TB 是这样，他找不到人换血，他本来想换个对手，发现对手死光了，人觉得自己死不了，同时小狗从后面砰砰砰打他，把他敲死了。他没想到，我都没看出来，大家没看到的这个视野优势的能力太强大了。因为我也不需要干别的，就看视野，冰冰就把对面这一点点走位事物全部抓到。刚才人全都站到这里，刚那个人站到这里，以为这个对方会从上面过来，没想到对面从侧面过来，把这个龙无一一杀，然后逼的这龙骑士是被海明救了一下滚上来，但烟意义不大，烟的意义不是很大。这狗打的这个。海明玩的不如土猫溜，他土猫玩的很真的溜。钻进去咱们就看出来了。再来第二波视野压制，这还是晚上。干嘛？又是一戳戳三个潮汐大。再来杨柱一个，沉默一个，小狗钻了出来。冰龙在后面打国师无双，一个大冰龙，你打什么国师无双找 TB 啊？完了。你这一个中单去打对面的辅助还杀不掉，然后呢？这 TB 一轮输出就是一个人，连龙骑都扛不住。运动，再跟戳，又是一轮输出，三名拿到双杀，这就应该赢了。这三名 TB 真的是厉害，这应该成为他的一个传统了吧？好强啊！小狗是被迫买了，但他队友已经死光了，而且不能买。这 TB 的输出好高，魔龙枪、分身斧、斯嘉丽之眼。然后分身斧一开三个人，然后再加这个幻象两个，这像四五个幻象往那一怼，这个掉太快了，这个血蝙蝠拉到真身，但是能秒吗？根本秒不掉吧。有莲花球一解，幻血一给，反而蝙蝠自己要死。好朋友再见。这里是海明买哦，海明活了下来，跳过来把人收掉。再说一个的话，这不主要拆塔的问题，把塔拆了就走。塔以后我们这边去求稳，不拆塔了。高龙其实也是买的，所以经济也是很差。现在经济是直接奔着本来双方差距不大的，你看来来回，最关键的是这里这一波。这里开始就一直下滑，下的肉山是关键啊！这下一个肉山双方决胜点了。如果 IGV 能拿到肉，还有的打。如果说被一后拿到肉，或者说在一后在这边肉山团再灭一波 IGV 就完蛋了啊，就输了。现在 IGV 只能殊死一战了，拼了！龙骑士压小狗大杀，打的肉山速度很快。这波夜魔是被迫买活，必须要打，幻象无限往里走，那这 IGV 只能撤了。撤全撤，你买活你厉害是吧？但夜魔这波不买不行，必须要买。宝石呢？好，他拿一个了，新的宝石，这个是 IGV 这边自己买的。从昨天开始，老师又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简单啊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预选赛，其实就是不想打公开赛，就这么简单。打公开赛太累了，同时对吧，效果也不好。像VG打的赢公开赛，上预选赛的战术被针对的惨惨的，为啥公开赛全暴露了？你就这几个英雄被发现的。哎，这波上到 Live 漂亮，再激活。哦对 ，Live 这是个买活的，但是这 TB 的输出，大家看到，在龙骑士被晕的这么一瞬间 ，TB 打出了爆炸的输出，把龙骑士直接秒掉了。这个魔龙枪的 TB 无敌呀、啊，打谁谁死，这样小狗一个人。啊，孤军一人想收割，发现 TB 的输出又来了，这是个炮台啊，这是个泉水好吧，这是个泉水，它不是炮台，相当精彩的比赛啊，这个泉水太厉害了，打了天辉有点措手不及。恭喜以后扳回一局，正好双方打成1-1。啊，终于结束完了，今天咱们差不多到这儿了，后面比赛也没什么精彩的了。那最后一场的话是 CDC 打 CDCY， 我也不解说了。今天从早上啊，从中午11点左右吧，解说到现在，该休息了啊。每天保证8-9个小时的解说，
是希望大家明天啊依然可以过来看刘秀解说，大约也是下午一两点吧，好吧，咱们明天见，明天见啊，明天。今天这个掉线真的太烦了。